俄罗斯38个城市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示威当中，至少1400人被捕。此前普京总统宣布征召多达30万预备役军人加入侵乌战争。芬兰和俄罗斯边境星期三晚交通量增加，4824名的俄罗斯人通过东部边境抵达芬兰，好多人试图避开动员征兵令。墨西哥星期四早上发生 6.8 级地震，在墨西哥城一个女士在堕下头部受伤死亡，这是墨西哥本星期第二次地震。伊朗的示威者在星期三晚推翻并且焚烧一架警车，抗议一名22岁的女子在上个星期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。西班牙与法国的天然气管道输送的容量已经增加，可以即时使用。法国一直反对建设额外的管道，声称目前的管道还未得到充分的利用。